接下来给大家表演我的绝活，花开富贵。二三。这用的是篦子。啊，篦子和谁？是浇到花上。刚才给大家表演的是用篦子喝水，眼睛喷水浇花。接下来给大家表演一个最高难度的一个绝活，篦子喝牛奶写字，送给大家电视机前的朋友们啊，可以看一下。恰恰红不红？用的是篦子啊，篦子和牛奶。恰恰红不红？用的是篦子啊，篦子和牛奶。那多鼓掌一会儿，多鼓掌一会儿，啊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提醒现场和电视机前的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模仿，这有一定的危险。我已经练了十几年了，千万不要模仿，这有一定的危险，特别是小朋友啊。谢谢大家。没有。好。进攻。好。你看这个绝活绝不绝？绝绝了！跟你绝活是我亲眼看到，是这个大师是用眼用篦子喝水，用眼睛写字，这是真，这是想象不到的。这个大师比较厉害。好，谢谢啊！好，回来教教我啊！好，谢谢谢谢，谢谢啊！好，谢谢，鼓掌了啊！谢谢朋友们啊！哎，你是你不能喝完根儿。我表演那个花开富贵是把牛奶灌到杯子里边，用鼻腔里把它往鼻腔里面吸，从鼻子里往鼻腔里吸，吸了以后存到鼻腔里，然后一步步往上走，通过泪眼线把它喷出来。刚开始存鼻腔的时候根本都存不上，我经过一段的练习能够存到鼻腔里了。后来再从这个泪眼线的往外喷，刚开始就喷不成，只能往外滴水，啪嗒啪嗒滴。经过几个月的练习，可以喷出来，也就是说10公分、20公分。我感觉到不太精神，也不太好看。后来我又通过有1年到2年的刻苦训练，能达到30公分到40公分。我想超越我的极限，现在能
大到一米五到两米，一米六左右，不到两米的一个距离，就是最高纪录是一米七多。通过十几年的训练，现在也能达到一米五到一米七多。经过长期训练，都是阶梯式的，一步步训练的。提醒现场朋友们，千万不要模仿。我已经训练了将近十年的时间，十年的时间才有今天这个成绩，千万不要模仿。